我问几个问题，你答我好不好？姐，进入真情六十秒。我觉得吧，也是有很多事情没有考虑到你，总是想着以我为中心，想让你理解理解我什么的，我并没有去理解你。我觉得以后这些点我们可以到时候生气的时候也可以冷静下来互相说一下子什么的，就不要总是一生气的就是我也不想理你的，你也不想理我的，或者是互相冲突什么的。可以，这我可以答应你。我也希望你就是别再那么大脾气了，你也可以适当的哄一下我，我也可以理解你。有什么比如说你要玩游戏什么的，你跟我说一下，我不会太总是控制你的。行，我觉得这样也可以。我也不会太占有你啊，我也不会强迫你做一些不好的事。那我们就互相理解理解吧，互相宽容一下子，因为磨合期能度过我们可能一点点。谢谢两位啊，白讲了，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谢谢，请回。谢谢主持人。来，请关门。接下来当然是预测环节了啊，来吧。他俩刚才说那一番话就肯定都出来啊，自以为两个人都挺喜欢对方的。我觉得他俩也会出来，我倒是希望他们能够出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和对方、啊、努力一把。他们是活在童话世界里的恋爱，所以他们还会出来的。没有清醒吧。我们这个舞台很神奇啊，看看打不打脸今天啊。请开门。